那边的壁画是人劳动的场景，这边是巨蛇，还有人向蛇跪拜献上祭品。那是不是说这边的人对蛇的信仰？这些只是食物链，他们把人作为食物献祭给蛇。哎，为什么这边的壁画被毁了？蛇吃人。 摔死的。可是，这里没有高处，他们怎么摔死的？胸骨内陷，颈椎折断，致命伤是在颅骨，粉碎性骨折，除非是从高空中掉下来，否则死相不会这么难看。这里有血迹。 还有一些近身搏斗的痕迹。这是一个凶狠狡猾的大家伙，他利用草丛隐蔽自己，等距离足够近的时候发起进攻，一击毙命。那个人还想用手抓住石头，结果被抓住了脚，甩了出去，扔到了空中，跳在了地上。 怎么了，小妹妹？怕不怕？哥哥保护你，哥哥保护你。你有病吧？